年举办了一个3对3的篮球比赛，你应该去。真的？别提这样，哪儿都不说，在家里好好听。李子宁，李子啊！哎，快点的，快点！你不适合打篮球，回家去。不管他们是谁，我一定要报仇。不防守，不传球，到底在干嘛？谁让我防的呀？你打不打？不要再这样了，我吧。不管赢的结果怎么样，希望咱们能打好每一个球。